是黑的，封面图吗？还是我的衣服？ Hello， 卡丘晚安，瑞荣晚安，德瑞克晚安，企鹅晚安，阿布晚安， L 晚安，修泽晚安，低星兔晚安，谢谢德瑞克的行李箱。谢谢 L 的缘分相遇， MM 晚安，谢谢特权的 Sweet Candy， Hello Z 晚安，九蛋晚安，不想上班晚安，晋升晚安，今天是变子。穿过这件衣服直播吗？好像没有。这件衣服是我新买的，前阵子突然很觉得这种，哎，我有穿过吗？没有印象。这是我第二次穿它，第一次穿的时候我忘记有没有直播了，应该是没有。前阵子突然觉得这种 polo 裙很好看，就是它是连身的小裙子，男生不是都很喜欢穿 polo 衫吗？然后我最近觉得 polo 裙很好看，而且因为上学的时候就不用想怎么穿搭，就是直接这种 one piece 套下去就可以去上课了，很方便，然后又很可爱，所以就买了。今天第二次穿，很好看吧？然后它旁边有这个抽绳绑带小设计这样子，然后觉得配辫子很可爱，所以今天就绑了辫子。嘿，我们今天来听歌，我们听有阿寿比的新歌。喵咪，我也觉得我今天很可爱。吃饱了吗？吃饱了。我的晚餐的盒子还在旁边，刚刚吃了一个 Big Mac。麦克，我有在豆粉跟大家分享的，对，这个是今天听演讲换来的，对，就是今天听的演讲是，就是听别校的，然后。对，别校的学生，然后来分享他们的设计系的学生分享他们的东西，所以其实好像也不能算是演讲啦，就是一个交流这样子，好像算是他们的其中的报告，然后我们就是帮忙评分，但是也会有老师这样子。然后是自愿性参加的，但是因为老师就是说自愿性参加，但是参加的话就是有可能会加分嘛，然后所以我就还是去了。而且我空堂，我今天礼拜四是中午就下课，我空了四堂课，我空了四堂，然后听这个演讲，但我觉得四堂课其实也没有很久啊，就吃个午餐，然后读一下书啊，做做报告啊，睡个觉，其实四个小时也没有很久。要写新的吗？
之后可能会。反正我们今天听的是在讲，就是关于就是现在老年化社会嘛，所以其实高龄化银发族的一些市场其实也是蛮大的，对，然后就是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产品啊，就会可能会比较有商机，然后他们就设计系的学生就有设计一些银发族的一些产品这样子，对，算是今天的算是蛮轻松听的，而且毕竟讲者也都是学生嘛，所以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的那个台风好像都比今天的讲的人好，就是我今天听的时候，说真的我真是替他们捏把冷汗，就是但也可能他们也没有说很多就是 present 的机会嘛，然后就对我听他们讲的时候我真的是捏把冷汗然后结束的时候老师就说就是他有特别为大家准备一个汉堡，然后我就想说一个汉堡是真的就一个吗？可是他就是你知道用非常精美的这样子装着袋子，然后就想说真的就只有，老师说有一个汉堡应该不可能这样一袋里面就只有一个汉堡吧，然后就打开真的只有一个汉堡好啦，但是是老师自己自费请大家的，已经算是很有诚意了，对，只是看到这袋子的时候还是不免期待里面会有薯条黑鸡块乱，然后打开真的只有一个汉堡对，我在期待什么呢？我猎人包装的应该是要买套餐吧，但是已经算很有诚意啦，因为毕竟我们吃的是 Big Mac 就是老师还不是买什么最便宜的是什么麦香鸡是最便宜的嘛？我不知道，我很少会买麦当劳，我不知道价钱。对，至少是炸麦克有三层，triple， 很饱。我原本想说，明天就是公演了，明天就是公演了。原本想说，公演前一天我就是只能吃水煮餐或是炒啊沙拉这样，然后就老师给我一个 Big Mac。还是得把它吃爆吧但是为了这个营养均衡，因为只有大麦克它其实也是蔬菜量偏少，所以我回家我还是有煮汤，对，我是一个汤桶，我自称汤桶，非常喜欢喝汤，所以我还是有煮蔬菜汤，就是营养均衡一下。而且因为是别校的学生来我们学校来 presentation 嘛，然后就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只是来演讲然后居然还有汉堡，这样就说我们学校这么好吗？上课都有汉堡，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们要是有这么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是做面子啊，就别校的人会觉得哇，就是对不对，随随便便就有食物，对不对？但殊不知就是 only today 而已，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应该是老师自费的，而且今天班上来的人超级少，老师说是自愿性参加的嘛。然后班上约莫40位同学来的，大概6位。加我6位还是5位啊，好像只有5位但我懂啦，现在的学生嘛就是都很忙，然后如果是可以不参加的就不参加，对，但是因为我是想要加分啊，就是对，虽然说我未来没有打算继续升学，目前啦，因为就觉得其实要
跟演艺兼顾是其实蛮累的，如果真的是考研究所的话，因为像一般的话，对啊，其实如果要考研究所的话，就还蛮注重在校成绩的。因为我看鹿奖的朋友啊，他们是学校有任何的比赛，他们都会去报名参加。因为你比赛你拿了名次嘛，不管是那种很简单的什么英语演讲比赛啊、英语口说竞赛什么，他们反正任何的比赛演讲都会报名。反正他就是让你的那个书审资料更好看嘛，然后又有一些比赛经历。但我的话，我 TP 忙都忙死，好，其实也没有很忙，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在社群经营吧，就是我有很多东西要练，就是对，不一定是 for TP， 是可能是为了我自己的，就是拍一些短影片，就是虽然大家看跳舞的那些 reels 短短的，可能就十几二十秒，但是其实因为我学舞也是比以前快了，但还是很慢，所以我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练习，然后还有乐器也是很花时间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能够把课业兼顾好已经很不错了，就不会想要再多花时间去就是参加比赛也要准备什么的，就会太忙。对，但是我看到那些就是要考研究所的人是真的很努力，什么比赛都报。如果我没有在 TP 的话 ，maybe 我也会什么比赛都参加吧，就是对啊，可以帮自己加分的话 ，Why not？推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校成绩是最基本的吧。对，只是我毕竟我也休学八年了，然后重返校园，那这次第一次的期中考嘛，然后考卷基本上都发下来了，明天四节课，我不知道体育课会不会评期中成绩，但我自己自评体育应该是100分的，不知道会不会。今天字跑出来了啊！我刚刚有遮耶，可能揉鼻子又掉了。我跟你们讲，反正现在呢，考卷已经对，就是成绩差不多都知道了，就差明天两科。然后体育课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成绩，但我自己自评是满分的，因为毕竟我选的是有氧舞蹈，有氧舞蹈是我的强项。就是虽然我在 TP 里面，我当然不是跳舞最强的那个，但是在。毕竟我的同学都是小我八岁的人嘛，就不是同年龄的，就比起他们的话，我当然还是多一些经验值，所以我自评是满分的，但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给分那么大方给满分。然后。对，我们这次总共是考的，考几科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科。九科里面呢，体育不算的话吧，体育也算了，因为也是要准备，反正总共考九科。然后呢，目前知道七科的成绩，那明天还有两科嘛。然后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分数呢，实在是非常的
悬殊。就是呢，目前考卷都发下来了嘛，成绩都知道了嘛，七科都知道了。然后呢，我没有一科是九十几分的，就是没有一科是九开头的。然后呢，也没有一科是八开头的。这到底是对我，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应该说，我比较擅长的领域的就一定是拿满分嘛，然后我不擅长的都只有七开头，对，然后没有八九十分这个区间的，对，没有到不及格啊，不及格只有一就是区域经贸那个，但是那一门课很多人都不及格，对，反正我就是我这次期中考我区域经贸那个太悬殊了，就放一边去吧，那个有点没办法，所以我今天才要去听演讲加分，因为我期中考太差了，对，然后 OK， 反正那一科我们就先让他去，然后剩下的六科嘛，三科一百分，然后三科都是七十几，就是这么的悬殊。我是希望，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我觉得我太久没有读书，然后就真的有点，可能还没有抓到那个节奏吧。就如果是你们会想要，如果这样子平均起来是多少？这样子平均起来是85，对不对？我这样平均起来是85分，就是。如果是你们会比较想要，每一科平均都85分，就是对每一科六科都85，还是像我这样子，就是三科满分，然后三科只有七十几，就虽然平均是一样，但你们会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啊？我是觉得为什么可以落差这么大？为什么可以？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八九十分的？这，我今天一拿到考卷又是七开头，然后想说这完了，这真的没有一科是八九十分的，我只有七开头跟一开头。大学有过就好，我很想要每一科都满分啊，但是就你们就知道，有些科目真的是很难拿到满分。有一项特别突出就可以在社会生存。但要在学校生存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是得平均一点。就我这次考完是我自己心得，就是首先在考前，我就觉得我真的快死了，就是每天都熬夜到两三点才能睡觉，然后怎么样都准备不完，然后考试的时候也是，就是简单的就是真的就写很快，可是有的就不会的题目，你这样怎么看还是不会。通识很难满分，我觉得不一定吧。我觉得基本上通识课老师都不会给分给到太低，然后再来就是看平时表现。那我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缺席的状况，然后上课也都很踊跃回答问题，其实我相信我的学习成绩不会到太差，对，只是就期中考的话，因为通常期中都会占个，通常评分都期中占30%，平时30%，然后期末40%吧，然后这期中考完全完了，怎么这个中间的断层，对，我中间的断层有点大啊。
学好像是要平均一点比较好，对不对？谢谢 David 的钟情玫瑰。对，所以我这次考完就想说，哇，中间的断层有一点大。不过期末，对，我现在开始就是老师教完我就读一点，期末要可以轻松一点。我这次就是都太压线了，我有反省自己。平均85呢？我不知道学校奖学金是怎么样哎。但我就光是三科70几就已经很难拿到什么奖学金了啦。拿分是因为题目太奇怪还是粗心？我觉得不能说都不是吧，就单纯没有抓到老师考试的重点而已。就是因为现在也才刚开学，没几都不太知道老师出题的方向，所以。有些老师是可能上课的时候蛮轻松的，然后考试的时候考的却非常的细节，所以有时候读书可能没有读到那么细。而且虽然说大家都是看一样的讲义读一样的资料，可是就是有些人分数高有些人分数低嘛。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这人聪不聪明就是你就给了你一样的东西嘛，可是那每个人能够记得多少，读进去脑袋里面多少，对。然后我觉得我三科考70几的都是，就是我觉得读的不够细啦，就是都没有，就是我大概都是读一个哦，我觉得我会了这样子，结果考试的时候发现老师考的超级 detail 的，根本就我没有读到那么细，所以。70几分是我有拿到，就是那个基本分，就是基本的观念我都有，但是老师出比较细的题目我就没有，我就拿不到分。但是还是有考的好的人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聪明嘛 ，maybe 那个很细的地方老师没有特别说要考，可是他们看过有印象，他们考试就写得出来。那我觉得，我的财管有70几分已经算很不错。我的财管是77分，它一题是3.5分，所以我只要再多对一题，我就有8开头。但是就是 ，OK， 老天爷就是让我是一个悬殊的人，他就是不让我有任何一科是8字头的，对。而且我意外的，我的财管反而是错观念题比较多，就是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没想到老师会考那么细。然后计算题，其实我最不擅长就是计算啦，就是数字真的不太行。就是我反而我计算题就是只错3题耶，就是。虽然我对数字不太在行，可是意外的猜对蛮多，真的多得很夸张，多到老师应该会以为这人完全会算吧，就那种一整个大题都对的。我想说 ，Oh my god， 就是我那时候计算题是怎么样一个判断法？就是呢，因为我们计算题，但是是出选择题，全选择，所以。计算题的时候，因为有选项嘛，然后我就会稍微看一下这个数字，我感应一下，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数字它
像不像，对，我就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数字好不好，就比如说这个排列组合嘛，比如说这个数字什么4444，我感觉它就不是很吉利，对。那我可能看到有一些数字什么41827，哎，我就觉得这个数字看起来挺顺眼的，然后就选它，然后结果我计算器几乎全对，我真的是哇，没有，就是看一个这个数字顺不顺眼，对。但真的还好是选择啦，然后因为像有些就是我算，但是算不出那个答案，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跟我算的最接近的那一个，就是也对耶，所以我反而我计算题我根本不会算，我根本就算不出那个选项的答案，但是意外的就是几乎都对，然后反而是前面观念题错的一大堆。谢谢 David 带你去流浪，大乐透可以感应一下吗？感应一下。谢谢 Larry 的红玫瑰。谢谢纪伟的掌声鼓励。然后上次本来有说要跟大家一起检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职场沟通的考卷呢，但是呢我是觉得说真的老师把这个考卷发下来了嘛，然后呢对，原本是想说要检讨一下，跟大家一起检讨一下，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呢，哇哦，吓死我了，风大。我发现呢，因为我们考卷是全英文的，然后我这课也是考七十四。对，原本不是要跟大家一起检讨吧？可是我发现呢，我考完试之后，我在看这考卷，我整张都看不懂哎、欸。我记得我考完试的时候，不是还有在兜粉，就是丢一题目给大家吗？就是说我错的题目，然后我就是隔了一个礼拜，老师发考卷下来，然后我试着要检讨，然后我发现我根本就看不懂。哇，这是什么哎、欸？就我就在考试的当下，我是脑袋清醒的，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然后隔了一个礼拜，我是看到什么 knee jerk 什么东西啊？然后还有什么？我随便念一题哦，就是啊，这一题我原本答案写对的，然后我把它改成。错的，早早不改了。这一题它，我应该先念原题目，还是我直接翻译呀、啊？我是真的觉得我现在没有很看得懂 everything， 我是短期哦，我就可能考试那一周就是每天熬夜到凌晨三点多才睡觉的我，全神贯注的我，然后我现在这我觉得我这题目看不是很懂，我先念一下原题目，然后我看一下，因为我是真的觉得我现在连题目都看不太懂，我这里真的我原本写的是对的 ，everyone， 也应该没什么资讯吧，这个我原本写的是对的，然后我改了，就答案是一，超过分，这个。题目已经很困难了，然后还给我出到一选项。好，我念一下这个题目，你们看你们听不听得懂？我自己是真的现在看不懂这个题目。OK，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咖啡厅的那种轻音乐吗？等我一下，咖
啡厅的播放的那首歌曲。咖啡厅音乐，我随便念一题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检讨，因为我自己看我就觉得头很痛，就是我现在真的看不懂，所以我随便念一题，我原本写对改成错的，对，虽然有好几题是这样，我那时候就不该执着，对不对？每次考试就是这样。OK，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咖啡厅，他这个写房间一秒变星巴克。OK， 我们现在可以来念题目了。这题题目，好吧，我现在也看不懂，我们就一起听。OK， 这题 ，Ayana 是一个人名。Ayana says you are so generous in a sarcastic tone. Marvin decides that Ayana thinks he is cheap. What process has Marvin just completed?A. Filtering B. Hijacking C. Encoding D. Synchronizing E. Decoding 我根本讲我这个我甚至连选项是啥我都看不太懂，可是我考试的时候我明明就是会的，我的记忆力到底有多短暂。好，我们试图翻译一下这一题，突然变成了一个读书直播台，有人要听吗？我们解完这题就好了，好不好？阿亚娜说：“你很慷慨，然后用一个就是比较 sarcastic， 要怎么翻呢？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哎。”然后 Marvin 就觉得阿亚娜说：“你很慷慨是。”认为他很 cheap， 很廉价，廉价。OK， 还卡吗？还在卡？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上面一直有跑马灯啊。那个跑马灯我都看不到我的直播状态。你们先去冰箱冷静一下来。很冷，今天很热哎。我找到线了。气消了。你们很冷静哈。可是我觉得手机摸起来还是烫烫的。这样是不是很浪费冰箱的电？再关一分钟，那好吧，你们啊，手机不是手机，冰箱在叫了，你们再冷静30秒。
忘记了，我只会数到三，哦，就台语的。现在好多了。Okay. 我忘记我哦，好像太久没讲我这西文，我都忘记怎么讲了。Quattro 吗？还是 Quattro 是五？忘记了。完了，我直播间是不是人都走光了？大家还在吗？みんないる？大家还在，大家还在，我好感动哦，我好感动哦，我以为大家刚刚关在冰箱里面已经那个已经受不了走了，可是我现在没有，我发现我没有豆腐头，哎，可有啦，这里把这个拔掉。呀，今天太热了，上次才说手机君很乖，最近都没有发烫，结果今天天气一热又开始。到哪里去了？对，那一题完了，这留言都不见了，被洗掉了。我题目呢？把这个，我刚刚已经。我现在不能开网路了，没关系，我们对，反正我就说这题目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概念嘛，反正 我大概能够理解到那一题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其实这个人讲这句话没有意思，但是他却被，就是他可能真的是夸奖这个人，但是却被错误解读，其实他是一种嘲讽的意思吧，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指他在，对，我原本写的是对的，就是说明，我们人在说话的时候不是不会说话，就是说每个人对一句话听到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就是。对，就我们把它叫做 decode， 就是解码。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把它解码成别的模式。就比如说，我们人在说话的时候，这会不会太深奥？反正我们这门沟通的课就是大概在学这个，就是我们人说话的时候会先把它 encode， 把它加密，然后传递出去，然后听的人再自己把它 decode， 去把它解码，对，所以这个题目大概就是，对，应该就是说他这个他解读成自己的想法，所以应该是 decode 没有错。但是因为我后来想了想，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其实是他自己，就是我后来选了 filtering， 就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滤镜嘛。那这个滤镜就是每个人可能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同啊，所以他对这句话他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有色眼镜，就是他有自己的滤镜，所以就比如说你们已经觉得我很像一只仓鼠了，所以我不管拌香蕉还是说我吃饭还是什么，然后你们看到我都会一直说我很像仓鼠，就是因为你们对我已经有那个 filter 了，那个滤镜，就算我跌倒你们会说哇好可爱哦，就是你们有粉丝的 filter， 粉丝的滤镜。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一想，想说其实会不会其实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就改了，就答案 OK， 我原本写的是对的。
OK， 我觉得我们解一题就够了吧？还是你们想要听其他我错的题目，或是我对的题目，我可以讲解。但我可能现在也讲不出来的东西。我刚有啦，我又回想起这一题在干嘛了，好像有回想起来。但我就说这门课就很难，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也说得通啊，就是对不对？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好像，哎，你要说是滤镜也可以，但你要说每个人解译的方式不一样，好像也可以。然后就是每个我都会想到底是哪一个，但是因为它选项总共有五个，所以你要删去也很难删。而且前面 true or false 我就已经错了 ，TFT 总共出了14题哦，然后我第一题就错了，我。总共出了几题？我数一下，1、2、3、4、5、6、7。OK， 前面总共出了14题的是非题，然后我错了7题。我前面就错了7题，我反而选择题，所以这样来说，对我反而选择题对的比例还比较高哎。我2选1，我真的，我后面这5选1的题目，我对的还。对的几率还比较高，我光是前面14题是非题2选1，我都错了一半了，错一半我就已经只剩多少7/24，我只剩86分，开始去扣。而且我是非题第一题就错，我们看一下第一题一定是送分题吧，怎么可能会错？看一下第一题在说什么。虽然我觉得我现在也看不懂考卷，我真的是考完试，我那时候拿到考卷，我试图要检讨，但是我发现我好像看不懂，然后我也不想看，我觉得 OK 就 Let it go 吧。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在说什么，我先念一下原题目。In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communicators encode and send messag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also receive and decode messages.这是 true or false， OK， 好，我们试图翻译一下，在我们交际沟通的过程里面，那说话者呢会先把我们说的话就是 encode 包装起来，然后呢再去传递讯息，对，就是在传递讯息的同时，然后也会。去加密你的这个话嘛，所以他们等一下，重来，那不对，怎么翻译好嘞？OK， 等一下，重来，这句应该是说在人际沟通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同时传送讯息。跟加密讯息，我们会啊？怎么翻？我能理解，但我讲不出来。在人际沟通的过程里面呢，加密和传送讯息会和接收讯息，还有解开讯息是在同一个时间，是对的还是错的？也很难去那个，给你们猜一下。然后我再讲的顺一点，反正就是在说你加密跟解密一句话，你是不是在同个时间啦？对。你们答对了，答案是 true。对，其实这题是对的。好像是个基本题，是个基本是对的，就等于说。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课本，应该是有写到吗？加
你完马上解密。嗯，应该就是说，比如说你听到有人说这句话，然后你就你应该说对你听到这句话，那你首先你就是在你要先 decode 这一句话嘛，然后你再把它传送出去是 encode 的，就是你一定会先 encode 然后再出去这个话，就是你会先解密再加密传递出去，大概是这个过程。所以他就说会不会是，对，他题目是说会在同时。同时，嗯，题目有说同一人吗？题目是说 communicators， 就是沟通者，所以就是一个人。然后我写了 false，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对，他应该不会是同一个时间。但是哦，因为他是说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所以好吧，我觉得我们太觉得是错的人，是我们想的太多。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是同时，可是即便说对你听到这句话，然后你对，但其实可以说是同时吧，可能真的你可能会需要。比如说你们跟我讲一句话，我可能会需要想个几秒把它 decode 成我自己理解的东西，但是可以说是在同时吧，就你听到然后你哦意会到啊、哦、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几乎是同时吧。就是可能以你若要以数学角度，你会说没有啊，它其实有差0.0几秒啊，因为你听到然后你再把它，就是像刚刚前面那一题，你还是会花几秒去解读成自己的东西，但是它几乎是同时嘛，就是在这样才会是一个正常的对话沟通。嗯，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真的是太难了！我就说这个人际沟通太难了，就是一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应该都是那种。你一看你就能够知道的题目了嘛，就能够知道答案嘛，但是却不是啊，就是你考试的时候你一旦想多了，然后你可能就写错了。我真的是是非题错一半欸。我拿到考卷之后我没有检讨过，因为我拿开之后我打开看，哦，这什么题目全英文，根本看不懂，然后我就丢一边去。这个有论文佐证，我们有原文书来。只是我觉得就是没想到会考这么细吧，就是原本以为的可能会是比如说原本想的题目可能会说，比如说举一个人的例子，然后就说哎，他这样子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说哦，他是一个 low EQ 的人，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本来以为会是这么尝试知识题，然后殊不知呢，就是很多题目你都会越想，就是像我刚才就会想说，这个到底是一种滤镜，还是每个人的解读不同？但滤镜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解读不同，不是吗？所以就每个题目，就是我都有一点，写的时候好像很不确定这样子。用中文出都不一定能学，真的啊！我觉得用中文出一样欸。就是我不确定的题目我还是错，我这是非题二选一的还错了一半，那我真的是太难了。而且重点是呢，老师上课根本就没有上欸，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我之前有说嘛，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在玩游戏，然后听一些演讲，对，真的每个礼拜都在听演讲。我们下个礼拜还要，我们这礼拜昨天才去了校外听演讲，然后今天又是听演讲，下礼拜我们还要去校外企业参访，
就是一直在校内听演讲，校外听演讲，然后校外参访，然后再一直重复吧，就是有一堆的演讲跟参访。二选一半好像不能说什么，不是这个就算用蒙的也未免几率太那个了吧，五选一对的还比较多勒，五选一，对啊，你看我这一面五选一，我这面全对耶，然后这面也只错了一题啊，五选一，你看五选一这里面几题啊？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九题里面只错一题，然后 OK， 然后是非题里面，你们看这第一面是非题，七题里面错了四题 ，Why？ 我这是其实说真的，我好像比较喜欢出选择题，我觉得是非题反而会让我一直质疑，这对还是错，就越看越不对。是非题反而，对，我觉得是非题反而比较困难。是非题对我来说就是反而，你很怀疑自己，就是会觉得他是不是有藏什么陷阱在里面。我觉得是非题这个反而是最难的，不要出是非题，真的不喜欢是非题耶。反正对，反正它里面很多都是这种。都是这种，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看不太懂这些题目，然后我这一题又是我的二十五题，我又是一个原本写对的答案，你们有看到吗？我原本写 C， 然后我把它写成 B， 然后答案是 C， 哎，这是不是就是我在问你们的那一题啊？我看一下，啊，不是我问你们的那一题，但是也是在。self awareness 跟 self management 就是自我认识跟自我管理，就我觉得这两个很像，这两个很像，然后就选错了，啊，这时候要通灵了没有？考试的时候已经。考试的时候就这样，我觉得老天爷是故意的吧，就是让我你知道，就是没有一颗是八九十分的，就是我只有七开头跟一开头的选择，但是至少自己比较擅长的科目都有拿到满分，我觉得最气的是错一题两题的那一种，至少这次没有错一两题的，我就要嘛就是全对，要嘛就是。十四题错，直接错了一半来，就只有两种极端，所以，好吧，期末我们会再努力，期末希望可以把，就是满分的科目一定要维持满分，然后这次考七开头的，我们就是期末如果可以满分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平均上去了，对不对？不过我们总共有九科，要每一科都满分，我觉得也是蛮，好了，我相信。应该是有这种人，应该就是班排第一名的人。我是觉得我这次其中就是时间有点不太充裕，但是我自己时间分配的问题。但就算我觉得这次一样给了我很多的时间，我好像这几科我也没办法拿到满分，因为这题目就是很需要你。读得通透吧，对，这次真的是考经验的，因为没人知道老师会怎么出。专业字，我觉得算是哎、欸，就比如说我一直说我搞不清楚那个自我认识跟自我管理，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自我认识有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自我管理了吧？就比如说我对我自己自我认识，就是我知道我这个事情我一定可以，比如说我可以自己知道我读这一课我要花多久的时间，因为我对自己有自我认识啊。比如说我知道我可能很擅长语文，我可能只需要期中考我只需要读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读完。我因为我有这个自我认识，所以我可以自己管理我的时间，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你有自我认识，你就可以自我管理做得好，对吧？可是他题目就硬要我选一个，到底是自我管理还是自我认识，我就会选不出来。所以就算出中文，我也是选不出来。不过这个定义跟一些范例的话，课本上面是有写的，只是老师没有上，就变成说你要自己去看书，然后并且读得通透。所以我其实还是觉得我这个我要给这个老师教学评量一分。我那时候考完我就说我要给他一分，因为他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我。要是自己读课本我能够会，我还要去学校上课干嘛？我就是不会，我需要老师去解说这两个东西，课本写他们是不一样，那他为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老师上课都没有去解说这些东西，然后考试的时候就要我选，就是老师没有教我啊。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这两个，我现在中文讲我还是觉得这两个就是一样啊。你有自我认识，你不就可以自我管理吗？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自己提问没有？我跟你讲，那个老师，反正我没有说老师的名字嘛。反正那老师上课就是没有重点，然后他也没有在上课，他没有在上课，就是他叫我们买一本原文书很贵，然后他都没有在上，他就是考前的时候才叫我们带课本，然后说那就考试就考这几页，然后大家自己回去读一读。反正我考试都出很简单啦，就。随便写一写就会过了，对，这样子。然后他出这个考卷，然后跟我说，他考试前他真的讲的好轻松哦，就说对，就反正总共就出，他考试范围很少啊，好像十几页而已吧。他说反正就这十几页读一读，然后反正就是从这里面出一些观念题啊，都很简单啊，就是随便考一考。很轻松的，没有什么这样子，然后就看到考卷的时候想，什么读一读，他根本考超细的，我哪知道啊？老师真的那时候，我真的没有要污名化老师，但老师他真的是，他平常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在玩游戏，然后哦，他很喜欢叫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就是在讲说，就做自己的职涯分析嘛，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优缺点，然后我的这些特性，我以后可能可以走什么，从事什么行业什么、啊，就是这样子。可是他考试的时候有考吗？没有啊，毫无关联啊。就是他考试的时候，就真的是考那十几页的东西，但是很 detail。他考试没有考他平常讲的，我上课是很认真，我上课没有睡过觉我上课没有睡过觉然后他考的真的，他根本没有讲过。我不喜欢这种，你知道，他自己上课没有教，然后考试考很难的老师。如果像财管老师，虽然我也是考七十几分，可是他考试的东西都是他有讲过的东西，然后唯一有一题他不小心出超过范围了，然后没人会写，他那题就直接送分。他说他不小心出了他没教过的范围，这个才是对的老师啊，就是。他考的，他上过的就是他会考的内容。但是我考七十几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数字就不太行。那我七十几，我觉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就不擅长这个东西，我也不会计算嘛。可是他考的就都是他范围内的东西，老师上课也很认真。那这个老师我考的，对，就是我给他的评分跟我的分数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是这个老师，我还是觉得给他很高的评价，我还觉得他上课很认真，教的也很好。但是这个是，就是 OK， 他丢给你一本书，然后叫你自生自灭。然后他平常上课的时候，就是你知道看一些蔡康永的影片啊，然后还是什么，之前不是有看那个什么在很高的高空上面换灯泡啊这种，就看那些影片。然后这跟这个考试有关系吗 ？No， 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就想说，那他前面到底在做啥？我甚至觉得他这个题目，
因为他这个题目也许英文理解力很好的人会拿得高分吗？我觉得也很难说耶。那有的就是很都很像，完全没有讲过吗？他有稍微讲，他有稍微讲，然后就说剩下的你们自己读一读。就是他实际上的页数大概只有十几页里面的三页吧，就是那个真的可以说是我觉得里面，就是那时候对，我记得开学的时候你们不是好像有问我说，就是有学到什么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想了很久啊，好像那时候你们问我说觉得哪一科最，你们那时候问我什么啊，哪一科最有学到东西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开始从礼拜一的课回想起来，然后我就想了老半天，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至少看完要解释为什么要给学生看那个影片，他有解释啊，就是比如说看那个要在很高的地方换灯泡，然后有高薪水的那个影片，那看完之后他就有说，那其实就是越高危险性的工作，那他薪水就是越高嘛，然后就是算是有稍微解说一下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这个影片嘛，然后也有说，其实世界上还是有这样子的工作给我们知道，他是有解说，但因为这跟期中考没有半点关系，没有半点关系啊，对啊，他有解说，可是跟考试就没关系。就真的唯独沟通这个，其实说真的，一开始看到沟通课，我真的不知道沟通课要上什么。然后上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记不清楚这一门课程的那个实际的名称嘛，什么沟通、人际沟通、职场沟通，就是我一直记不清楚，因为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次上课我都不知道他在上什么，所以我根本就讲不出这门课的名称。对，就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一直都跟他的课程名称没有相关啊。对，这我觉得就是上课轻松，然后考试就自求多福这样子。要解说是跟课程有什么关系？跟课程有什么关系？老师给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希望同学可以多一些想法呀，这样子。嗯，但我自己是觉得老师是不想上课，所以一直丢影片给我们看。这有些老师，这个老师至少他是给我他不想上课这个感觉，而且他之前刚开学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他这是星期二的课嘛，然后老师说他星期二是满堂的，所以他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声音讲话了，所以他说从早上就连续上六堂课，一直到我们是最后两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想说，所以老师可能不想讲太多话，然后就之后的每一堂都是这样子，对，很水的感觉。看完影片要打心得吗？不是，他那个影片才几分钟啊，他看那个蔡康永一段的那个也才三五分钟，也没什么好写心得的吧。但我们前天礼拜二的时候，也是他又请了外面的讲者来演讲，所以我这礼拜已经听了三次演讲，好可怕哦，二三四每天都在听演讲，真的是。反正对，礼拜二也是听了演讲，然后他就说他有发一份学习单，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然后演讲的时候跟东西也跟那份学习单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他之后会再发在群组跟我们讲那份学习单怎么写。就是说我很专心的听完那两个小时的演讲，可是完全跟那个学习单没有关系，就是他的课业
paper， 然后跟演讲者讲的东西完全没有关联，然后就说我之后再告诉你们要怎么做。不是，你为什么不能上课的时候就说一说？然后他现在已经礼拜四，他还是没有说他发那个学习单到底是要怎么写，超烦的啊！这不知道，就真的没有半点关联。我真的上课没有在睡觉，可是我没有，他根本没有说要干嘛，就我到现在没搞懂那门课要干嘛。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昨天是我们去校外，然后去听社会人士演讲，然后也有其他外面的人也可以来听这样子。然后老师就有要求我们，就是要穿的比较正式，至少大家是就是要穿有领子的衣服啦。所以就是昨天大家都是你的很哎，你们没有看到我昨天的打扮，没有拍。我昨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28岁的样子。我昨天就是穿着一个白色的平口，然后配一个浅色西装外套，然后西装裤不是很正式的那种，那件是之前奶奶的，但是她觉得太小，她就给我。要去上课没有特别拍照片，我有自拍，可是只看得到上半身而已。我可以晚点发在抖粉给你们看，但我没有拍全身，忘记了。但我昨天那样穿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就第一次觉得，因为28岁是这种样子吗？而且因为我们是在那种什么国际会议厅去听演讲，然后在校外嘛，所以也很多，就是那边也很多上班族，就是都在大楼里面，然后就看他们真的也都是穿着正装这样子，然后就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哦，难怪老师叫我们要穿正装，因为如果我穿平常这种样子走进去里面，看起来就很像跑错地方啊，就也专业度好像也没那么足够。然后昨天就是第一次尝试了那样子的穿着，然后就突然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哇，自己原来，然后旁边都是那些社会人士嘛，上班族，然后是一些看起来厉害的什么主管，然后就突然觉得哇，我自己原来28岁其实是这种样子的嘛。可是因为我平常都是穿很可爱的蓬蓬裙嘛，然后所以28岁啊 ，free I want you 这样子，然后昨天穿那样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哦，就是。但是我觉得一看就知道不是我自己的衣服，那西装外套是奶奶的，然后裤子也是奶奶买的，只是她穿不下给我。对，平常青蛙，我今天是一只青蛙，呱呱，就平常是这样的28岁，然后昨天成熟了，然后突然觉得哦，原来28岁是这样，可是我不太习惯那个打扮啦。不过我觉得在我开口讲话以前，都还是看上去挺合理的。好，我晚点发照片在抖粉，但是我没有全身，我只有自拍而已。就是，我就看上去是个成熟的28岁的样子，只是我一讲话就，啊，我是 Mina， 就一讲话就破功了。但我觉得我在没讲话以前，看起来好像有28岁的样子。然后昨天不是绑辫子，昨天就放发勾耳后，一个知性的感觉。平常跟我相处的年纪也都偏小，对啊，我也，而且我自己心智也偏小。然后昨天奶奶有回家一下下，然后她看到我，她通常我如果穿她的衣服，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为什么穿我的衣服这样子？可是因为我昨天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导致奶奶她一眼看到我说她整个惊艳，你知道吗？她就去没有跟我追究为什么穿我衣服这样，她是已经穿这样去上课，然后我就说哦对啊，因为我今天听演讲，然后老师说要穿正装，所以我就第一次尝试这样，然后奶奶就说。原来可以这样搭，我都没这样搭过，很好看耶，这样就是奶奶是服装搭配师，然后她称赞了我的那个穿搭，是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穿搭，所以我最喜欢就是这种 one piece 直接无脑套下去的。
然后平常我自己买衣服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就是比如说我买这件裙子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说它可以配我哪一件上衣，没有，我就是觉得很好看我就买，然后买了之后发现根本衣柜里没有半件配得起来，对，然后很常会奶奶帮我整理衣柜的时候，也不是帮我整理衣柜，就是我自己整理衣柜的时候，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衣服，我就说这我好久没穿想丢了，然后奶奶就说不会啊，你这个就可以配你哪件上衣那样子，然后可能这件衣服我本来想丢了嘛，然后奶奶跟我说这个可以这样配，之后我从此之后就只会这个搭配，就是其实一件衣服它可以配很多很多种搭配，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就不太会，所以都每次都是奶奶跟我说啊，你这个上衣你可以配这个牛仔裙好了，然后我之后我就永远只会这个 A 配 B， 我不会有其他组合了。但是昨天是我自己，就因为奶奶最近都没有在家，然后我就自己随便配，然后想说好像还行吧，就因为我又不想要真的太正式穿什么西装裤衬衫这样子，然后就配了一个比较伪正装，他现在都是最喜欢什么都伪正装，就是我不想要太过正式，但是就不要太随便的伪正装。然后就那样配了，然后就很开心耶，就是我觉得因为奶奶平常是真的很嘴贱的一个人，她一天不呛我都不行的那一种，然后她昨天就是她第一眼看到我穿她的，因为那个西装套其实是她的，但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刚好看到有我就拿来穿了，因为我记得我也有一件西装套，但我忘记那件是奶奶的还是我的，然后我就拿来穿了。对，然后奶奶很难得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对她没有先说为什么穿我的衣服，然后反而是就是哎，超好看哎，而且是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搭哎，这样子就很开心哎，可以被奶奶这么着，就是这么挑剔的人称赞是很开心的，得到肯定。好奇搭配什么？就是一件白色平口，然后西装外套跟一个像是西装裤但不是西装裤的裤子这样子，而且我平常真的不太会那样穿啦，感觉不太自在。对，奶奶这么毒舌的人都难得称赞了我，虽然被称赞了之后，但我好像还是不会，我平常还是没办法穿那样出门啦，我觉得毕竟我一讲话那太奇怪了嘛，是我就是我自己现在不习惯，可能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都每天都是那种衣柜一打开全部都是西装外套，就我感觉因为我自己平常我还是喜欢可爱一点的装扮嘛，然后别人也我觉得啊，我是不是这样很不好，是我有点习惯别人把我当成学生当成小孩妹妹，就出去买东西啊，大家说妹妹啊妹妹啊什么的，就是有点习惯别人把自己认为比实际年龄小，然后好像犯错还是乱讲话好像也比较容易被原谅的感觉嘛，我觉得我其实这样是不太好，但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对习惯于别人觉得我好像比实际年龄小，我今天在学校附近也是被就是有人在做问卷调查，然后就是也我那时候是去自己去买午餐，然后就被拦下来嘛，然后就说哎，同学不好意思，可以耽误你3-5分钟，我们在做这个问卷调查嘛，然后又。我后面没有课嘛，因为我今天就是空4节课，所以我就想说就没差，反正就帮人家，他只耽误3-5分钟嘛，然后我就哦好啊，然后那个人吓一大跳，他就可以吗？我、哦、人这么好，就感觉他已经在校门口已经被不知道10几20个人拒绝，然后第一个遇到话是可以耽误你三五分钟，嗯好啊，没有，我那时候想说。也才3-5分钟，
那就帮他一下。对，我之前好像就有说过，就是我如果看到路上的有人在，就不管发传单还是什么做问卷什么，然后我之前办那个什么办卡也是啊，就是我就想说他站在那边也很辛苦，他只就是只要耽误三五分钟帮他做一下问卷什么的，就也没什么，反正我也没事啊。对，虽然他最后耽误了，应该有我好像有半个小时还是二十分钟，我真的是，对，每次说三五分钟都骗人，然后我已经被骗不知道几次，可是我每次听到说，哎，不好意思，耽误两三分钟，然后我都想说，哦，两三分钟，哦，好啊，要干嘛这样？就是，哎，我到底要几次才学得会？我每次说三五分钟，我就信了，我想说就帮他一下，不然他也很可怜嘛。然后结果 OK， 但对，但我只是我想分享，只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反应实在太好笑了。同学，不好意思，可以耽误你三五分钟，三五分钟，哦，好啊，哦，我真的可以吗？就我想说，可以啊，就是他一副不可置信样子，真的是逗乐我，他真的就是他一副就是。我不知道，他可能真的被拒绝太多次了。他简直就是，他问那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要被说，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的这种预设答案。然后我突然就三五分钟，哦，好啊，哦，真的吗？他的反应真的，我真的觉得太真实了，好好笑哦，真的很好笑。对，可是我还是要抱怨，他最后耽误了我至少有二十分钟，就是他那个问句多长，他那个绝对不是三五分钟，他问的超 detail 的，好吧？通常只是随口问的，可是我想说他西装笔挺的感觉是，就真的要可能要有什么业绩吧。而且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其实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学生要做专题报告要统计，还是社会人士在做统计，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就想说三五分钟可以帮他一下这样子。试调，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就是他那个调查是调查什么啦。反正他主要问的问题就是问说，就是说，你未来吧，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就读的科系，然后跟你未来想从事的行业，就是你未来会想从事跟自己现在读的科系相关的行业吗？然后那你就业的时候你会最在乎什么点啊？就比如说薪水啊，还是什么工作环境啊什么，就是问这些问题啊。但我不太知道到底是学生还是要干嘛，我不知道他做这个是要干嘛的。反正我就想说三五分钟就那个，但他真的他确实的耽误了我至少二十分钟。我买我那午餐，我回去吃的时候都冷掉了。研究所不知道哎，反正就我想说就帮他一下。但是我觉得。嘛，他问我，我也是觉得好难回答。就是因为他问到这什么什么未来的那个方向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是很迷茫啊。就是我。他说：“啊，那我为什么现在会选现在这个科系？”然后说：“就是，因为爸妈告诉我选这个科系，所以我就读了啊。就是有种，就有很多，就是你知道，迫于现实无奈而必须做的选择。就明明我的兴趣就是表演嘛，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在学校读书？就是有父母的压力嘛。”没有签名吧？当然没有啊，只是做问卷而已。
找地方坐一下，边吃边打，怎么可能呢、啊？但我真的是就站在那个校门口，在那边站了20分钟，而且我那时候去买午餐的时候，我还有遇到我们班的其他同学也去，然后那时候我都买回来，我买回来，他们比我买回来的时候，我的同学正要去买这样子，然后我在校门口被那个人拦截了20分钟，然后我看到我那同学都吃饱回来了，然后我这样看他说他都回去了，然后我还在那边，他就想说我在干啥，我是 Oh my God。就是说好3-5分钟了，人家都吃饱了，人家吃饱了，然后我还在校门口。而且我觉得他有些题目问的还蛮，就是他问的很细节啦，但是我都有很肯定的给他答案。然后他就有说，他有蛮惊讶的，他就说，可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很少会看到我这么逻辑清晰，很清楚自己未来目标要做什么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之前有休学过，所以我现在回来读书就是想清楚才回来读书的啦，虽然是有一点被半逼迫，对，但是毕竟学历还是蛮重要的吧，不管我未来会不会用到它，所以我也算是被半逼迫，但我还是来读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读的也蛮开心的、啊，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人他耽误了我20分钟，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今天是一个受访者，对，就帮他做问卷，但是我自己也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更理清楚自己的一些想法嘛，就是我觉得最大一点是，我觉得我跟身边的同龄的同学们确实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平常我没有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我跟班上同学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几乎都有认识了，然后虽然说我大他们很多岁，但是相处起来也不会有什么代沟，然后平常也是就是这样啊，就是傻呆呆的，然后跟谁都能聊的那种个性。可是如果是认认真真在想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很明确的目标，虽然说也没有到真的很清楚，我当然还是有很多想尝试的可能性啦，但是就觉得确实是跟同龄的同学不太一样，就很多人好像还是会有一点，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蛮多人是那种啊，就是对，像小呆呆就是一个来学校混学分，他只想要轻松过就好，也不会像我，就是我很在意有没有拿100分这件事情。对，就像我那个行销，我考95分。我们是礼拜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并没有检讨考卷，就是上完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说，想要看分数的同学可以就是去，想要看考卷的同学可以去前面自己翻一下考卷这样子。但是看完之后，老师要把考卷收走，因为他还没有登记成绩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之后，我就错了一题嘛，我95分，然后我就错了一题，然后我看，就说真的，考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满分，因为就都会写嘛，然后考出来95分，然后就看错了哪一题，然后看了之后想说，还是我对这个词的定义理解错了，所以就抱着很疑惑的心，然后可是老师走了之后，我就。
赶快翻课本，然后我怎么翻，我就觉得没有，那答案好像是错的，可是这个老师已经走了，所以我就星期二的时候，就是去查了那个老师的课表，然后他一下课，我就冲去他上课的班上读老师，我想要问他昨天那一题我觉得是错的，然后结果老师好像提早下课，然后我就没有读到，然后我又去查了他的那个教师研究室办公室在哪里，然后就跑去，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学校有那个地方，哎，超酷，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神秘空间，超酷的。然后就去，然后就很神秘，就找不到那一间办公室，就是他就上去那地方，然后他可能会写那个研究室是在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是301到320嘛，然后老师的办公室是321，然后呢就找不到，就是到320就没有了，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写321，这是一个消失的办公室。然后我们还问了其他的老师，然后就说，我想要找哪个老师，然后那老师就说，哦，你要找那个老师哦，他平常很少会回办公室，哎，就是可能，对，直接去，可能要自己跟他私下约时间什么才有可能遇到这样。然后我就说，他说，哦，好失望，又就是礼拜一的时候老师太早下课堵不到，然后结果礼拜二的时候他又跑了，然后中午去他的教师研究室，然后那边老师说他根本平常就没有回他的办公室。我第三次，这已经那个叫什么？不是有一个故事是他那叫什么啊？就是他第一次去他不答应，然后要好多次啊，对，三顾茅庐，对，三顾茅庐。我的国文突然想不到那个词，对，我留背了，我三顾茅庐，我就为了问那一题，我读了老师三次，而且我都找不到他。然后一直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天哪，那个老师，我就看了课表，他原来下午上的课刚好就在我修的那个选修课的隔壁教室，哎，然后我想说，天哪，那我根本不用在那边堵他，我就是原来他下午就在隔壁，然后我早上还找了他两次找不到，原来他下午就在我上课的教室隔壁，我从来都不知道了，已经开学这么多周了，然后我就在，因为是下午的课嘛，然后我就中午午休结束，就上课前五分钟，我就已经站在教室门口等老师。可是呢，很奇怪，他平常上课都会提早到教室，然后那一天哦，我已经提早五分钟在教室等他，然后他都没来，然后一直到上课钟响。过了十分钟，等于我等了他整整十五分钟，他都没有出现。然后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已经来了，他还没来，然后我就真的没办法，然后我就只好先回教室上课了。而且我原本是要堵那个行销老师嘛，然后堵不到，然后遇到这个超烦的老师，他还经过说：“哎，那你这节没课，怎么还在走廊这边在干嘛？”然后我就说，哦，我在堵老师，我在堵别科的老师，这样。我觉得 ，Oh my god， 真的，因为就已经上课钟响了，其他同学都进教室啊，我就等不到老师。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太想，我不可能只错那一题，那一题一定是我对。然后就我要堵老师，就没来，然后反而就别的老师都过来，然后还问说，哎，上课你没课，你怎么还在走廊？哦，没有，在堵另外一个老师。我讲出来，我都觉得什么话？这什么话？然后反正 OK， 反正我就回去上课了。然后一下课，我就第一个就，因为下课前我就已经背好包包，我想说不行，我不能再错过他了，因为期中考登录成绩好像是有一个期限的，所以我怕到时候超过几天，他一登录进去就不能改了，所以我很紧张，而且班上没有其他同学有疑问。然后我就那一节课一下课，我下课前我已经背好书包，然后一下课就冲出去，然后就看老师走了没，然后就看，哎，他还在。
然后我就赶快冲进去闻到，真的是4次哦，我总共4次，我终于堵到老师。害我一直很紧张，我那一整天都好紧张，我一直很怕老师跑掉。全校只有我会叫做，对，然后我一进去，然后就说：“老师，我是那个星期一修行销的那个学生，这样子。”然后老师说：“哦，那怎么会现在出现在这里？”就他很惊讶，因为我们不是在这么个教室，不同栋楼。对，然后说：“哦，没有，刚好在隔壁上课。”其实他不知道我已经堵了他一整天，然后假装录，其实说：“没有，我们刚好刚刚在隔壁刚好上课。”好，根本不是刚好，我是堵老师的。你不知道我已经堵了你一整天吗？没有，其实我从礼拜一就在堵了。然后老师就说：“哦，啊，所以是你要问那个期中考的，是不是？”他说：“哦，对，在意自己的分数是好的，帮自己争取分数是好的。”对，然后我就说：“对对对。”然后我就老师就打开电脑说：“他还有一点时间，这样子。”然后我就把那个题目，然后我就跟老师说哪一题，然后什么问题，我就讲出来。然后就说：“等一下，可是因为那考卷题号可能会不一样。”然后就开电脑帮我找，这样子。对，然后后来老师就说：“哦，那可能是有改错，这样子。”他就说：“他回去再确认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当天回家晚上，我就看到我的形象变成100分了，就是老师蛮有效率的。对，我那天找完他，然后他晚上马上就改了。其他同学应该大家都有改了。但是如果我没有问，那题写对的人都被扣5分欸。可是因为我就只差那一题没有100分，我就太在意了，你知道吗？对，我真的为自己争取到分数了。而且因为我就很紧张，因为没有，我不问的话就没有其他人要问了。我就说这个班没有我不行，你们不要觉得我在胡乱，这真的嘛？这期中考很重要欸，甚至没有我都没人问。但老师后来也有发现是他自己，对，他自己改错，就因为那个题目是 A B C D 选项，然后选哪一个是错误的，对，但是可能对，可能老师自己也就没有看清楚嘛，但是确实只有一个选项是错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这一题应该答案是这个才对。然后老师就对老师也就说就说啊，他说哦，其他同学没有问，可能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答案了，但是我是很清楚，我是直接跟老师说，老师第六题的那一题的题目是叙述。以下叙述何者错误？然后我选 A， 但是答案改 B。就是我，而且因为考卷老师收走，但是我是很清楚记忆在我的脑袋，那是第几题，然后哪一个选项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还跟老师确认那个定义是什么这样子。然后老师去电脑帮我，就是用那个字词搜寻，然后找到那个题目，所以很开心。帮自己争取到100分了，而且我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谢谢 David 带你去流浪，就是考试周，应该说期中考周，就是基本上考完就是可以走了嘛。可是其实考前一周压力。应该是最大的，对，所以就是期中考前一周吧，我觉得是压力最大的。期中考周压力也大，但就是考完就可以走，但是大概就是要维持2周都是在很高压集中的状态，所以那2周我其实对蛮安静，也比较少上抖粉，然后可能社群也不能那么常更新，就真的是，哎、欸、我。很难想象，我真的是
每天早上，应该说睡前都是看着讲义，然后看到真的累到不行才睡觉。然后有时候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平常的话可能如果是像，就如果是像九点的课，我可能七点起床，差不多。然后考试周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有睡觉差不多饱了，就会起来，然后一起来就是先看书，然后看到时间差不多了才开始啊洗脸刷牙，然后吃早餐什么的，然后才去学校。就平常是会睡到饱，然后就洗脸刷牙，然后出门。但是考试的那两周都是一起床，然后就看书，然后睡前也是在看书，就是一直是维持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唯一请假就是在考试那一周，考试那一周我请了四节课，总共请了四节课。那时候体育课我自己没有去嘛，我平常都没有。都不会没事不去上课，但是考试之后因为我压力很大，然后每天也睡眠不足，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请假，然后在家看书。我那一周请了四节课，就是在看书，就是我觉得真的准备不完，就是我等于我必须要有所取舍嘛，然后至少能够拿到分的一定要拿到高分。但平常的话，对，除了考试周之外，我平常是不会没事缺席的。谢谢 David 带你去流浪。但是因为我就说考前一周压力就很大，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说，我觉得我有开始融入大家的生活了嘛。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上学，所以我其实很兴奋。就是每次老师上课问问题的时候，谁要上台写一下这题的答案，我，然后。这题有人知道吗？哇，这我一直举手，然后其实好像真的是考前压力太大，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也很疲累，我都睡很少，所以就开始老师问这题谁会，然后大家都不回答嘛，但是因为我也很累，所以我也没回答，然后就是脑袋太多东西要装了，所以我那时候还，但我那时候我没意识到其实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说，我觉得我已经开始融入大家，我现在没有说那么积极，有没有？每一题一直举手，一直回答老师问题。我说我已经习惯现在小孩的那个上课模式了，对，大家都是这样子。谢谢德瑞克的可爱羊驼，对，我那时候以为我根本已经融入现在的小孩了，他们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期中考完之后，我又开始每一题都真的是一直举手，然后哦，这礼拜上那个英文课，然后就是老师在讲，在上一些就是一些 slogan， 一些企业的一些 slogan， 然后就比如说什么啊，就比如说 Just Do It， 大家都知道是 Nike 嘛，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slogan。LG 是 life is good， 就是 LG 嘛，然后还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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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品牌的，然后那时候已经就是老师会给一句 slogan 用英文的嘛，然后你就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一个品牌这样子，然后每一题都是我在回答，然后我已经回答到我坐在我前面的同学已经就是为什么每一题都会啊，就是已经转过来。盯着我了，然后而且到后面已经变成老师念完这个 slogan 嘛，他说有同学会吗？之一，然后我就回答，就是老师已经知道我的名字，而且老师已经知道没有人回答，他说之一，老师已经记得我了，我是优良学生，大家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就因为就没有人回答老师，就没有人回答老师啊。对，我不用，我都不用举手了，我现在不用举手，反正老师就他没有，这你谁会？质疑优良学生，我就说这我如果不去上课，这怎么办？我不去这不行哎。对，但是回答好
好像也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分啊，但我相信在印象分里面，老师对我的印象分是好的。跟 MC 一样被 Q 就一定要反应，我觉得是不是啊？有点职业病啊！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最近才重测我的那个 MBTI， 我内向92%，我是 I92%， 大家。我超内向，我之前测内向，我不是现在八十几啊，83还是85，反正不是87。我不知道是因为开学之后越来越内向，还是说它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觉得我有任何一个选项有故意要往我很内向的方向去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测完变92%。我也觉得很不合理。而且我这次为什么会想要重测 MBTI， 只是因为我就说了，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去听团嘛，然后因为初大是我最喜欢的乐团，然后我们也有合作过，算是认识。对，然后我现在是83嘛，那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得那么内向。反正我就这次也是，应该是我七月份的时候也有去看初大跟 Special Thanks 的专场，对，因为 Special Thanks 也是我很喜欢的团，我 IG 第一个发的 Bass Cover 就是 Special Thanks 的歌，对，所以那时候看哇这个组合，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但是就是我就自己默默的去看完，然后就飘走了。然后因为初大的团员也有追踪我的。我们有互追 IG 嘛，然后他们那时候看到我 po， 然后就说啊，你有来看，怎么没有跟我们打招呼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就自己去，就因为我害羞就不敢。对，然后他们说没有什么好害羞，下次就直接来后台找我们啊。就是那个吉他手很外向的哥哥，我一直觉得他好像就是以前社团里的那种公关长，就是很外向。对，他说不用啊，下次直接来后台找我们啊。这样子，然后就是好下一次，然后结果这一次就是下一次嘛，然后我这次又自己去看了初大，然后我看到他们在那边拍照什么，然后我还是不敢走过去，然后就对，然后又是回去他们看到说，你又有去，你这次又偷看，你这次又躲起来这样子，那个吉他手的哥哥，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其实很对，我觉得我应该要，就是明明就是认识嘛，我认识他们，然后我去看他们表演，我应该去打个招呼嘛，可是我都不敢，我就是，对，我每次说下次好，我下次一定会鼓起勇气去跟你们打招呼的这样，然后每一次下一次都不敢，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我是，可是因为我超以前就是内向的人，但是如果有朋友一起的话，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是像蔡雅恩那种，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初大在那边，其实我不敢过去，然后如果是蔡雅恩在旁边的话，就是说走啦，我拉你过去去找他们打招呼，然后就是我身边，对，我以前在澳门的时候，我的室友也是这种人，就是走啦，我带你去认识。走啊，然后就是拉着我去各种 social 这样，然后就算我不讲话，他就是他们话也很多，会帮我讲。对，可是因为我这说了嘛，因为这礼拜我是礼拜几去的？礼拜天好像礼拜天，俊良晚安。反正对，就是选拔。都有练习，所以我就找不到人可以一起去看，所以我真的后来就自己去了，然后对，然后就哀到爆，然后就想说为什么每次说下次，而且已经第几次了，每次都不敢去打招呼，这初大的哥哥们明明都对我那么好，对不对？那时候去练团的时候，他们都露出慈祥的父爱，其实对，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的年纪，但他们应该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是真的以为我年纪很小。反正就是有那种慈祥的父爱的眼神，那个眼神是充满慈祥的眼神。然后我，但明明
好的一群哥哥，又不是说长得有一些玩乐团人可能真的长得很凶神恶煞，那初代就不是，他们就是一群慈祥的哥哥。然后我还不敢，那我还有什么敢？然后我是真的有点，而且因为我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看他们的 po 文跟限动，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有为了那一场表演，然后特别就是有请化妆师化妆弄妆法，就是特别帅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他们那么帅，然后我没有去找他们拍照，好可惜，因为他们很少机会会弄妆法。他们平常就是男生嘛，平常也没有特别化妆，然后就是那一场是有特别 settle 的，然后结果我居然没有去找就是好看的他们拍照，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可惜哦，因为下次看到他们可能就不是长这样子，然后就后悔，然后就去做，然后发现自己怎么好像，对，我那时候做完之后，然后我看到豆粉有人说是因为自己今天去看表演才变矮，不是，完全不是，这是逻辑死亡，就是我是因为自己去看完表演，然后就觉得我是不是变矮了，为什么我连打招呼这么简单事都不敢，然后才重测的，然后就发现哇好像真的是我什么时候变成内向 92% 的人了呢，难怪不敢，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对，就是真的心里会想很多，就是特别是这种就什么社交场合，就是你过去之后打完招呼，然后呢，就是打招呼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打完招呼，然后要一定要讲一些话，然后结尾离开。可是我光是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非常害怕，所以不敢靠近。对，所以就是为了避免尴尬，所以就不敢去打招呼。把这段直播剪给初大看，没有，他这，我就内向哎，我是内向90，跟他们说我是内向92%的人，应该不用说也看得出来吧。对，没有人帮我壮胆。而且连我不是那天有去后台找林杰星吗？我都觉得好尴尬。林杰星已经算是很熟的人了，对吧？我们都同团那么久了，然后，可是因为那一天就是也后台也没有其他认识的人了，所以我去之后我也是觉得很就是啊，表演就很棒，我还能说什么？就是我也是觉得我不知道，就连熟的人我都觉得我好像不会说话，就是。已经同团那么久了，同团5年的团员我都讲不太出来，就是有时候我其实心里会有很多的感触想法，可是我好像言语表达不出来。我觉得对粉丝也是这样哎，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能不能够感受到我很在乎你们啊，就是你们一定要我讲出来才算数吗？就是。我其实对我是很感性的，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对，蛮爱哭的。然后我内心常常会有很多想法，然后很多感触，或是大家的什么小行为，然后我就会有很多，就是我会觉得很容易感动啦。但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我好像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啊，是。就真的要我说我也真的讲不出来，可是你们能够感受得出来吧，就是我是很在乎每一个粉丝的啊，我真的就是不太会讲，我就是不太会讲，可是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对能够讲出来，就对啊，好像我不讲就是我不 care 粉丝一样，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可能我真的就是比较不太擅长讲话的人。
有时候也不是很想要拿什么 MBTI 当作借口。谢谢 David 的啾啾你哦。而且其实平常跟大家这样子聊天，其实大家好像也就可能会觉得我好像还蛮健谈，也不会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吧。但我觉得怎么讲，这是一种社交一，你们懂吗？就是很多时候要为了避免尴尬，所以要就比如说我不喜欢直播有空拍嘛，我觉得有空拍很尴尬，所以我就会一直拼命的讲话来塞满这个直播间。所以也许大家会觉得我看起来很E，但是很多时候就有些话呢，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的。就是虽然我可以假装E，但是实际上的我还是，对，就是我觉得有一道坎啦。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不要那么矮，虽然说平常是可以假装自己是个E人一样，但是我自己就是心里那个坎只有我自己才能够跨过嘛，所以我自己测出来这么高我也是挺吃惊的。我以为我有变得外向一点了，但似乎没有。但至少我觉得我在，对啊，在 I 人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像我那么久没进校园生活嘛，然后在新的环境要认识新同学，我会觉得很害怕。对，但至少开学到现在以来，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我班上的人，我认识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好像就我很喜欢这种跟每个人都聊得来的感觉。因为大家知道班上有一些人是那种，哎，我认识一个自己很好朋友，然后我们就 always 就是两个好姐妹总是形影不离这种。但是我从以前就不是这样，我以前读五专的时候，我就是班上那种跟谁都可以很好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班上有些人说什么，哎，同班五年的人都叫不出名字，嗯，更不要说那同班高中三年的也叫不出名字。我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不是同班三年足以记得住了吧？就是这很正常啊。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就是如果只是两个很好的朋友一直黏在一起，就我自己，对，就我五专的时候来说，我就是班上通常都会有各自的小圈圈，但是我通常不太属于特定哪一个小圈，我跟哪边人都可以融入进去，然后也不会觉得很尴尬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进入学校生活，所以其实我也很担心，就是对我到时候我的朋友圈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像刚开学的时候，我也是有自己比较就小呆呆那一群嘛，对。但是我后来也会觉得我也就是我会不想要只在一个小圈圈里面，然后我也有就是多认识其他朋友。那我现在已经可以跟好几群的人都讲上话了，对，虽然还没有到全班都可以了，还是有一些不认识的。但是已经可以插进去好几群了，就觉得就比较放心了，就是至少对，就是跟谁都能够聊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是喜欢这样子的。我跟小呆呆越来越远了，不会啊，我跟小呆呆还是蛮好的。我们昨天听演讲的时候也是坐一起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有跟其他人一起啦，所以是我第一次听到小呆呆自己主动讲了很多的话。我觉得小呆呆蛮神奇的，就常常我觉得我好像跟他蛮疏远的时候呢，但他有时候又会突然叽里呱啦讲个不停，然后我又会觉得，他其实好像还蛮好聊的，就是可能。我跟他两个人单独的时候，感觉他对我没有什么话说。可是我说是一群人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话很多。所以可能就是单纯他对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但跟小呆呆还是蛮好的啦。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之后还是那么好。但我现在就是有进入不同的圈圈里面了。我的工作模式会转换，工作模式肯定是啊，工作的时候只能是个 E 人，有时候会觉得如果自己不搞笑一下的话好像就太无聊了嘛。终极目标是请全班看过，班上不是小呆呆他们，我们那一群都不知道我是偶像，他们都不知道。如果说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班上现在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我就想很频繁的当学生上课这样子。对，虽然我知道班上有几个人知道，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现在不知道那知道的人有没有跟其他人讲，但是我也不想要再问，我也不想知道别人有没有知道，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尴尬，所以我没有，就是我不敢去问也不想知道。对，就有些事情我不想知道，我也没这么内向，应该说我也不知道耶、欸、我明明是很内向，但是我喜欢交朋友。嗯，很多时候我需要别人主动跟我讲话，我才能跟人家讲话嘛，就是我很难去主动认识别人。但是有时候我又会很，我不知道哎、欸，有时候我又会突然很主动跟别人讲话，就是我应该说，我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没有办法主动跟别人讲话，可是有时候我的主动跟别人讲话可能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听演讲的时候，因为今天那个演讲是老师说是自己自愿参加的嘛，然后就小呆呆他们都没有要去，然后那时候就是总共班上就去了六个人，然后两个男生，然后加我四个女生，然后另外四人没有对不起，我们班只有五个人参加，两个男生，然后扣掉我，另外两个女生呢是没那么有一个女生有讲过话，然后另一个女生是完全没有讲过话的。然后呢，就今天去听演讲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人好像都不太敢进去，因为里面都是就是别校的不认识的嘛。然后他们就说啊，要去吗？都没有人要去听，还是我们也回家算了。但是因为我很想要加分，所以我想要不管，我想要有人陪我去听。然后我就对着那个不认识的人就说好啦，我们一起去听啦。然后我就拉着他进去了，然后我就哎。就是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哦，但我其实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有，我不想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听，你知道吗？然后我根本就没跟这个女生说过话，然后就说好了，我们一起去听，那我们坐这边，然后就过去，然后我自己坐下去想说，哎呀，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哎，可是我刚刚就是我不小心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我简直是把他当熟人在讲话哎，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很突然，但是我。就是我平常我真的不会主动跟别人讲话，可是就是我当下好像只是，对，我现在在回想今天的事情，我好像只是不想要自己一个人，然后就随便拉了一个陌生人说走啦我们一起去，就感觉我感觉我那一天去看乐团，我那天去听团，我感觉好像也是我买了两张票，可是我找不到人一起，然后就随便一个路人看到就对到眼，就你有兴趣？哎，我觉得我好像会耶，我觉得好像会耶，我是不是那种？我知道了，我现在开始分析自己，我再重申，我是一个 92% 超级内向的人，但是我真的很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听演讲还是去听团实在是太恐怖了，我真的很想要找一个人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跟我对到眼，然后我就会，你要去听团吗？我这里有多一张票，要不要一起？你要听演讲吗？我们坐一起吧。是我好像我好像懂了，我其实对我依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只是有时候真的不想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主动开口，然后就真的是哪怕随便一个陌生人，也不是不想
想浪费。我那天的那个票是林杰星给我的公关票，然后就是有两张，可是我真的找不到人去。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跟别人有眼神交流，但我现在回想起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事情，我再想到那天听团，如果路边有一个人，就是他可能站在那外面，就是想要去听，但是他可能买不到票还是什么，然后如果刚好跟我对到眼，然后我可能真的就会问说，你要去听团吗？我这里有多一张票。我感觉我就会这样子，一个人也很开心是没有错啦，就是其实演讲自己去听也不是不行，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只是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就是很就真的蛮突然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走来一起去听，就是他讲的好像我跟他认识很久，我根本不认识，我第一次跟他讲话我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知道我们去听演讲，要不要坐这边，以为是很熟的。但我觉得可能也可能是我就少根筋吧，也许这根本跟内向外向无关，就只是我少根筋，就是那种自来熟的那种人。还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站在外面，然后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进去啊。但是我就是蛮笃定，因为我都已经空堂四节在那边，我就是要留下来的，我不可能不去啊。说不定人家不想听，没有，应该不是。但是我还看到真的还是有同学就是在门口看了老半天，然后就算了，我还是回家好，就走了，没有没能留下。因为有些人是前面有课啦，所以他们上完课累了要回家。可是我前面没课，我在图书馆睡很饱，睡到流口水。为了完成自己目的过于强烈的话，就会转换人格，也没有吧。其实听演讲，我完全自己也是可以啊。反正只是坐在座位，然后就回家了。我觉得毕竟是同班的人，就是可能有时候看过好多次了，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人认识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们今天。看我的直播嘛，我就像每天这样跟你们讲话，就是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本人，可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直播，也虽然没有每天，就是每个礼拜在直播这样子聊天，然后你真的看到我本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说，哎 ，Mina， 就是你会觉得我已经认识你了，即便我根本没有见过你，我可能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这时候露出你的名牌，然后就啊，我看过这个名字，就是我就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看。看影片 YouTube 也是这样就是看一些 YouTuber 啊，就我只是看他影片，可是我真的看到本人的时候，我就很想打招呼，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已经看这个人很久，好像认识他，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可是可能就会忍不住打招呼说，我有看你的影片，就是会有一种熟悉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我不知道这要怎么讲，可能也许以后上什么心理学还是怎么会上到吗？我不知道，就是。对，即便你没有真的见过，可是你每天这样透过荧幕看着他，你会觉得你跟他好像认识，然后你真的看到本人的时候，你会真的有种熟悉感，你会忍不住想要打招呼。我自己会这样子，对，可是我真的要打招呼的时候，才突然想，哦，他没看过我，这样子。是工作模式吗？我不知道不算啦，跟同学不是啊，这我只是在分析，就我自己感觉好像是，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的直播，我也是在，就是更认识我自己啊，因为像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平常我可能没有特别想嘛，但是透过直播，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连接到另一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其实这两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听演讲跟听团好像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可是我突然找到一个共通点啊，原来是我不想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跟别人主动搭话了，就是我觉得每次直播我都有更认识我自己一点。
对 ，self awareness。对人的方式有改变，但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我也还在自己认识自己吧，有时候也不知道。下次去看初代要小心。什么？等一下，真的有人？等一下，真的有人去跟他们说了、哦？但是我觉得不用担心啊，因为我看表演的时候都很隐形，因为我蛮小只的嘛。然后我通常去听团的时候，我都会穿全黑，对。然后戴口罩，黑色的，所以基本上都找不到我。我不能告诉你们，没事啊，找不到我。帽子有时候戴，有时候没戴。我这次去听的时候没有戴，有时候有戴。反正我都会躲很好。而且我记得我那天是干嘛、欸？我那天是穿什么服装？我有点忘记了。然后那天奶奶也有回家，然后他看着我，他就说：“你真的是，你平常的打扮真的是比路人还要路人哎、欸。”然后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称赞，因为这就说明，我就很骄傲跟奶奶说：“我就是这种平常就是可以比路人还要路人，但是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可以闪闪发光，因为我可以自己切换自如，就是我完全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去看表演的时候，我大概是这种，就是然后戴着口罩，眼神是没有光的，虽然现在直播有大光，但是就是会再看起来没光一点，平常是这样。然后上了舞台的时候是 Hello， 我是 Mina， 就是先不论有没有笑，是光是这个眼神，你看这样子看表演跟我现在看遮住脸，你们都看得出我在笑吧？眼睛也在笑，就是真的。而且我觉得连走路方式都有差，就是我平常路人的时候，就是走路都用飘的这样，然后偶像的时候抬头挺胸，走路都有风，我简直就是最美的那个 idol， 就是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我是真的很骄傲，就是我自己，因为其实我自己虽然是偶像，但我也是别人的粉丝嘛，所以我其实蛮对于这一点蛮骄傲的，就是我可以切换自如，就是因为我自己去看表演的时候，我也会怎么讲，如果被别人认出来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嘛，就毕竟这是我的自己私人的时间，我不想被认出来，可是我可以切换自如啊，所以我私人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认得出来我是 Mina， 因为我平常就是一点光都没有。可是我 on 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超亮，大家全世界都要看我，因为我的光芒太耀眼了，大家都忍不住看我这样子。对，除非跟我讲话，我会不小心露馅，也不是不小心露馅，就是我这声音真的太好认了嘛，我这声音。这没办法藏啊，可是撇除掉声音这一点的话，我真的觉得光是凭那个整个人的氛围，是真的是你们认不出平常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对，就是跟 on 的状态差太多了。对，我平常就是一个隐形模式啊。我手机要没电了，风扇要先关。我其实我也播了两个
多小时了，今天还没有唱歌，我就感觉今天会卡，而且我明天早八，我还播那么久，差不多了，特别有话聊，对啊，每次都没干嘛，不知道我讲什么那么多，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每天都有出门，然后学校，我觉得学校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不管是考卷，你看，虽然说本来是要跟大家一起检讨考卷，然后可是其实我觉得这问题也太深奥，大家应该也听不懂，然后就分享了两题，但是我觉得也是，对，也是蛮有趣的、啊，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学校也会遇到有趣的人事物啊。要唱一首哦，对，本来想跑步，就这礼拜都没有跑步到。今天要不要唱歌？我没有特别练什么歌耶。我是闷骚，为什么这个骚？闷骚？我是闷骚吗？也不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归类，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闷骚，但我相信我是个傲娇，对，我觉得我是的，闷骚跟傲娇不太一样吧？我觉得我没有到很闷骚吧，我觉得我还蛮直来直往的。闷骚仓鼠好吃吗？不要吃仓鼠，仓鼠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仓鼠？哎，这个口红真的不行哎！我知道为什么讲话讲一讲，它自己不见啊？换一支。吃薯饼，我好久没吃薯饼。好吧，这个颜色我真的还好，很普通的颜色，跟那个小怪兽二号就是没得比。一个嘻嘻小馆面前啾啾牛，真的擦完没有觉得哇，我超漂亮这样子，只是擦完就觉得好。好普通的一个颜色，尾鱼堡我也很久没吃了耶，还没有试过学校附近的尾鱼堡，但我觉得因为我通常我现在上课，我通常都会在家吃完早餐再出门，对，可是中午的话，如果只是吃一个汉堡，感觉好像又有点空虚，所以就找不到，对，找不到一个良辰吉时吃鲔鱼堡。早八都什么？早八我通常就是在家吃面包，然后配一杯豆浆还是什么，然后就去上课。我是三明治，来不及在家吃的话，就买三明治去学校吃。所以没有，就很少吃鲔鱼堡。对，我明天早八上有氧，而且明天是上 Zumba 的课，好像会蛮累的，然后晚上要继续有氧。谢谢果冻脚踏戳戳你。对，明天会很累，所以我其实好像要早点休息。但是我今天没有唱歌，大家想要听唱歌吗？唱歌我会卡死，不知道哎。唱歌的话，可能要再开一个风扇。大家想要听什么歌？那给你们点一首歌好不好？唱完我们就休息了。我看起来需要帮忙？没有，我其实对我是在找我的豆腐头，我豆腐头不见好多个，
然后其实我双十一我有买一个豆腐头，它是可以插三个的。可是我今天回家的时候，因为今天听完演讲很晚了，所以我八点要直播嘛，我就赶着回家，就没有去取货。然后我现在就找不到豆腐头。这什么歌？我根本不会唱。Christians， 我不会唱哎、欸，就我只是听个好听加我的歌单。没事，我有买充电头，只是我还没去取货。我的豆腐头是消耗品，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嘞。好了，我们赶快唱一首，趁它卡死之前，赶快唱。它现在已经开始卡了，我看不出来。你们要留言，我才知道不是我在平行时空哦。好了，大家要听什么歌？我看有没有人点歌。上次是双十一，然后我们唱了那个《分手快乐》嘛。今天我看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10月14号，14号是情人节，你们知道吗？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也要唱一个充满爱的歌。那要唱什么歌好？什么歌很有爱？什么歌有爱？我来搜寻。爱会出现什么 ？P.S. 我爱你。谢谢爱凯浪漫夜空。最近很需要勇气。有没有爱的歌？哇，等一下，我是不是开始要卡了？哎，等一下卡，你们真的要跟我说暧昧啊？卡了吗？哦，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豆腐头。我偷了奶奶的，没有偷，我借一下，借了一下奶奶的豆腐头。行，因为我没有，我都还没去取货。其实这有点危险，这个延长线插这么多个，但它需要 ，OK， 开一下，勇气哦，大家有两个人点勇气了。大家最近有那么需要勇气？三个人点勇气，好啦，那我们今天唱勇气。大家最近那么需要勇气吗？好，本来想要唱有爱的歌，不过啊，不过勇气也有爱吼，爱就需要勇气啊，难怪你们都说勇气，爱需要勇气。我现在才 get 到，我没有暧昧，我没有爱。我不知道爱需要勇气，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知道？我不知道爱是什么。OK， 那我们就唱个勇气。我需要我们的麦克风。我们来试一下勇气。我会唱吗？勇气怎么唱？不太会唱哎、欸，我不会主歌哎、欸。怎么那么卡？哎、欸，为什么那么卡？等下我音乐卡死了，是哪里有问题？是我网络有问题吗？等一下，
我的音乐都跑不出来，好像是网络哦，等一下哦，我网络断了。没有，我网络连不上，我重连一次，完了，我网络断线了，可能手机过热不给连吗？啊，有了，啊，我会唱了，让它跑一下。消人声，这有消到吗？喂喂喂！每个人都需要勇气，需要听完这首歌的你也能获得勇气。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离开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眼神肯定。等等，要不要再一次？虽然我没有唱错，但是我前面没有按到消人声。关风扇我怕会卡耶，好，再一次。Thank you.
不错的，我觉得我高音唱得很轻松，今天声音挺不错的。声音虽然今天讲了两个多小时，快两个半小时的话，结果声音还不错哦，不错哦。对啊，反而上次唱那个 Mina 的那首的时候，声音没有开，没有唱很好。结果今天，还不错，声音还不错。不行了，我已经播两个半小时了，我明天早八六点要起床，六点要起床，然后晚上六点半还要表演，我不可以，不可以。夜の始まりさ。把你跟对，播太久了，本来播到十点而已，要睡觉了，不是要睡觉，还要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对。好，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明天公演见哦。哇啦啦，今天的第十三名是柏辰，谢谢柏辰。十二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十名是阿秋，谢谢阿秋。第十名是德瑞克，谢谢德瑞克。第九名是 CKU， 谢谢 CKUNK。第八名是阿提拉，谢谢阿提拉。第七名是太空，谢谢太空。第六名是果冻九号，谢谢果冻九号。第五名是纪伟，谢谢纪伟。第四名是土司机，谢谢土司机。第三名是修哲，谢谢修哲。第二名是小反面线，谢谢小反面线。第一名是 David K， 谢谢 David K。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明天公演见啦。刚来，下次请早好不好？下一次直播。我应该有更新直播表在官网了，有人有看下礼拜的表了吗？下礼拜还是还没？我记得晚上有更新下礼拜的，下礼拜不忘记是礼拜几，忘记我是排礼拜几了。礼拜二晚上八点，好，谢谢 Manager 上，下礼拜二晚上八点。下次直播礼拜二晚上八点，好，因为我这是我星期一，上到六点下课太累了。好，那下次直播礼拜二晚上八点见喽，大家晚安，拜拜。晚安，おやすみ。对，我有很多的 manager 想提醒我的 schedule， 不然我不知道明天是公演嘞。大家晚安喽，拜拜。